毛怪，你放个假涂生发水涂多了是不是？毛都变特多。待会把你的中水袋整理一下，睡上铺。班长，我有带水果来耶。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我乱讲话就叫人家睡上铺。睡上铺是惩罚。废话那么多，要你睡上铺就睡上铺。干嘛？有新人要来报道哦，他干嘛来？ 都已经3周了，可以叫他下一梯再来报名吗？对，他来了，忠诚带在外面，去帮忙拿进来。这么大牌哦，是谁？去拿。我妈？啊，不然我妈。动作快，你们慢慢动，快一点。哎呦，好重哦。 还带家当来，好扯哦！哎呦，到底是谁啦？潘朵拉，我同名同姓，好巧哦！难道是？对，就是我。 走呀，是。